分了，那么他只完成了，只得了1.5分，那么最后得分是8.936分。 这中国的王亚文，看王亚文的起始亮相。 漂亮，这是一个 CD 的难度动作。The winner of this bout, Sufina and Surya Samilomi, 平衡动作啊，要扣0.1了。 因为传线动作要求有一个扫腿动作，这是一种腿法，收势了。那么王亚文在这场比赛里面，他的整个动作质量非常高，包括他的力点、精气神呢，明显一出场，就很有特点。 包括他的服饰，只可惜他在完成动作质量有那个平衡动作的时候有一点点失误。我们看他的那个动作质量是有脚挨地了嘛，就是。